鹏鹏，哎，我最近听说你那个乐什么商城来着，办得不错。乐视商城。哦，就是乐视商城。自从有了这个乐视商城，皇后娘娘和后宫的嫔妃之间就再也不吵架、不打架了，是吧？那是因为啊，他们有了心理寄托。鹏鹏，我今天找你来啊，是因为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名师，张三千的《盛夏风光词瓶》。你那个乐视商城可有卖的？张三千，可是张大千的弟弟。张大千，哀家不曾听说过。皇祖母，这事儿就败在鹏鹏身上，您放心吧。还是鹏鹏最知道孝顺哀家。皇祖母。